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。你讲，你抱抱。行吧，嫂子，你就让他抱抱吧。整天想你小子都快魔怔了。你看。状态怎么样？好的不能再好了。Good， 走。老大，你也不好好休息休息，这刚好一点就要去公司啊。前面路口右转。啊？下一个路口再右转。老大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这条路特别熟。那不行吧，咱们这凭着感觉乱走，这不定走到哪去了。让你转你就转，哪那么多废话。哎，停车停车。咱们怎么来这儿呀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康泰大厦，和咱们打民工讨薪案的那个旗帜律师事务所，就在那。我以前经常来这儿吗？没有啊，从来都没来过。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熟呢？上次那民工讨薪案，你不是离开了吗？人家法院就掌管审理了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你听说这林启正也出院了。法院决定继续开庭，啊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必须打好。哟，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会这个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哦，我路过。啊。你在这儿上班啊？对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不是，我不是找你。听说你去度假了？我听说你住院了，你还好吧？啊，还行，反正没死，可能让你失望了。我差点忘了，我们还是敌人呢。听说那个案子又要开庭了。嗯，我明天法庭见吧。刚才那声口哨是你吹的吗？是啊，有问题吗？行，回公司。哟，这么漂亮的花，谁送的？我送给他的花，他也没有接。送给谁的？哦，今天小林总回公司，你送给小林总的。可是这品相也太……不要你管。林总，您不回来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干活了。林总，您回来了，大家快出来，林总回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林总来了。哎，你的花。林总，你能康复出院，我特别开心。林总，这小月送您的花，我很喜欢。行了行了，都回去干活吧，谢谢大家。姑娘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以为
总，您别生气了。以后上班时间能不能好好干活，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，行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对不起。你还满意吗？那就别傻笑了，干活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姐律师对吧？嗯。她现在正带着一堆民工跟志林打官司呢。我回去问问她，我让她以后别这样，我批评她，严厉批评她。嗯，请你喝咖啡，为你对志林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。谢谢林总。今天开庭，拿出点诚意来嘛。我们一直很有诚意啊。是吗？那我就太欣慰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心脏不太好，不能受刺激。是吧？也许不是心脏的问题吧。是这儿。林总，您放心吧，我要找到一些新的证据，可以证明对方那些工人和志林公司没有形成正式的劳动关系，您就不用放在心上。还有，原来那些证人也推翻了他们的供词，新的证词对志林公司非常有利。这么说，这场官司他们输定了是吧？嗯，可以这么说。您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从哪儿找的这些人呢？瞧您说的，您能请我来，当然是我有能力为您排忧解难的。这点人这点钱还不至于是志林的忧和难。林总，不是您说的吗？要坚决打垮他们。那也没让你这么搞事儿。现在开庭，请被告发言。原告方的这几个曾经的证人已经明确表示，他们是在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被对方的律师诱骗，才会在证言书上签的字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证人根本不知道证言书上到底写了些什么。而实际上呢，这些民工虽然来到了工地上，但是因为和包工头薪资谈不拢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工作。无耻！审判长，对方做伪证，你就是做伪证，他们说谎，胡说八道，安静安静。原告方不要随意发言，等一下我给你质证的时间。审判长，对方律师所出示的新证据完全是伪证。鉴于原被告双方分别向相同的证人拿到两份完全相反的证词，我希望法庭能够对证据进行查实，或者请证人出庭作证。对，你把证人都找来，我看他在法庭上敢不敢撒谎。你说谎，胡说八道，你们胡说八道。肃静，肃静。双方都有举证的权利，至于对证据的是否认定和采纳，由法庭做出决定的。被告方有没有新的证据？有，没有了。审判长，这场官司我们不打了。志林会同意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。林总，这……审判长，我们请求法庭尽快出一份调解书。志林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钱打到原告方指定的账户上。现在休庭。谢谢邹律师，这回俺娶媳妇这事儿可算有着落了。是啊是啊，邹律师，没想到对方居然一上来就张口认输，看来这林总还有点人性啊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那是咱们邹律师厉害，杀了他们毫无还手之力。这可没错啊，邹律师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律师啊，如果要没有他的话，你们这官司还不定怎么着。对对对对，那关键呢还是我们所的整体实力。哎，没见过你这么自吹自擂。那行，邹律师，俺们就走了。行，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
啊，林总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明天他们会打款，你们记着查收。可是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玩，只是好玩，这么一场小官司，不值得浪费太多的时间。哦，那我谢谢你，高抬贵手了。刚才说了，不用谢。林总，那我们就自己回去了。以前总想送你回去吧，也没机会，你就愿意坐那破摩托车，一路喝着西北风，你回家你也不愿意让我送。可是现在呢，说实话，我还真希望你还坐那摩托车回家。高展清，你太讨厌了，就想逗我掉眼泪是吧？行行行，都赖我啊，走吧。这可不是你风格呀！哎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在关爱弱势群体。哎，前面靠边停车。阿翔，我以前来过这儿吗？没有啊。我也觉得我没来，可为什么看这一切我会觉得特别熟悉呢？嗨，你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，就像以前做梦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或者来过同样的地方。人家法语叫 The Jia Lu， 黑客帝国的理论说产生这种现象叫 Matrix 正在调整系统。先生您看看，这是我们这儿的山吗？是啊，是骊山，就在我们骊城的市郊，风景可美了，进山的路也很方便，山里面有几处桥，条件可好了，是我们骊城俱乐部爱好者的最爱。先生，你要是感兴趣来我们俱乐部练练，我看你的身体条件应该不错，练一段时间啊，说不定也能去攀登骊山呢。怎么样了？赢了呀！啊，你们怎么能赢呢？你是哪头的呀？我是你亲姐姐，我赢了官司，你这个态度，小没良心！我不是已经求过你很多次了吗？人家小林总好不容易才向我开口，就让我办那么点事儿，我都没办好，我明天怎么上班呢？哼，人情是人情，法理是法理，你不懂。你吃饭了没？没有。顾白喂了吗？喂了，我跟他一块吃了狗粮。就知道，我给你热饭。姐，你怎么办事儿都不顾及我的感受啊？你什么感受啊？你的感受跟小 goodbye 感受差不多。啊，我明天不能去上班了。不上班啊？好啊，早日脱离苦海。姐，行了，你家小林总怨不着你，今天自己认输的。自己认输？你骗我！我为什么要骗你啊？不信你见他自己问他呀。怎么可能啊，昨天在办公室他让我回来跟你好好说说呢，难道他心脏换了姐夫的，脑袋也换了？
告诉过你，不许你再提这件事情的。我错了，小月，我严重警告你，你年纪小，偶尔胡闹没问题，你最好离林启正远一点，你知道为什么的。你看着火啊，你去洗澡。钱律师说这官司是稳赢的，谁知道我弟弟发什么神经啊，上来就直接就认输了。咱们损失点钱是小事儿，可是这口子一开，那民工将来都得来敲诈咱们。他说这么做的原因了吗？没说，但我知道对方律师就是邹宇，他跟邹宇之间始终是不清不楚的。你这状告的可够快的呀。你故意输掉官司，股东们都来找我抱怨，那我当然得跟爸说一声了。这官司都拖了半年了，你再不解决掉，对公司形象是有损的。你故意输掉官司，那才会影响公司形象呢。就几个民工花点钱买个平安不好吗？凭什么啊？那都是刁民，你就不该同情他们。好了，既然启正已经处理完了，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。你们两个去吧。你管得可真够宽的。都是自家的事儿，我当然得尽主人翁精神。有劳你了。不客气。哼。哎，邹月，这星星我能理解，可是为什么要放到信封里，又为什么要垫到桌子底下呢？这不践踏真心吗？什么呀，人家说了，要是谁都能看见我的真心，我是会招来烂桃花的，所以我要把它给包起来。至于为什么要垫在桌子底下，我想是把爱的能量通过地面传递给他吧。喂，姐，什么事儿？今天你生日，你打算怎么过啊？我今天有个重大的决定，所以生日不跟你们过了，蛋糕你们自己吃吧。晚上我会晚回来，不用等我了。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。小林总，启正欧巴，今天我绝对不会再逃跑了。不要！进来。林总，我今天来是特意想要跟你说一声，我回去好好跟我姐姐说了，我也狠狠地批评了她，可她就是不听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还有别的事吗？我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还是订了上次咱们去的那个 KTV， 等你来。来，拿着，这是法院的调解书啊。按照调解协议，三天之内钱就会到账，你们注意查收吧。哎，高律师，周律师，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这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呢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这是你们辛苦工作的酬劳，应得的。谢谢周律师，等下回俺在进城给你带自己家种的苹果，
可甜了。行啊，那我们俩等着了啊。好好好，那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不打扰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不送了，慢走，慢走。谢谢。再见。哎呀，总算是功德圆满了。嗯。那天在法庭上，我担心死了。你说法院要真判的话，对咱们很不利。高展奇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你看李启正不就主动要求调解了吗？他那是主动要求调解吗？他那是拿这件案子想讨好你。他讨好我干什么呀？打你主意呗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千万不能被那些花花公子所骗了。你像我们这些经济适用男多靠谱啊。再说了，咱俩革命友谊那么多年了，也该上升一档次了。嫂子，哼，你别骗我了，我刚才看见了，在这边聊天呢。干什么呢，高展奇？本事大当一舰长啊，你是？没有。快跟我说说，又准备上到哪个层次了？好高好高的。听他的呢，我上什么层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老这样，我要我命呢！你连魂儿都不要了，留着你那小命干什么呀？命我得留着呀，我得伺候您呢，还得。哎呦，还伺候我！我告诉你，高展奇啊，这回算你反应快，要是有下回啊，别揪头发，这咱俩。敲什么门呢？自己不是有钥匙吗？这么美妙的夜晚，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在家待着？哟，牛奶看书，你换风格了呀？哎，你是不是我哥呀？别贫了，有局没有？我就等你约局呢。本来是想跟你出去喝一杯，瞎聊聊的，现在看这架势，你喝奶吧。哎，等会儿我。你不是最近要换车吗？是啊。买哪个兰博基尼？对，老总。哎，林少来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有我没我，你都一样在外边耍。那哪能呢？我啊，不正作乐。哥，我又让人伤心了。不能够，这么漂亮姑娘，我哪忍心呢？走，陪你喝杯酒，算是赔礼道歉了。喝了多少了？这是。来，坐，林少。哎呀，什么？终于想通了。想通了，有什么想不通的？来喝酒，喝酒，来来，李总，来来，好久不见啊！菲菲，祝你快乐。我就没你，怎么能快乐？对对对，也是。我有点那个不太舒服。你怎么了，哥？可能是这儿。空气不太好吧？你还不如咱先回去吧。别呀，刚来干嘛回去？酒还没喝呢。来来，别放下。来，正好想喝呢。等会儿啊。又是哪个小姑娘不给人家回啊？哼。哎，别放下，来来来，老喝来来来。干嘛呀？这是，笑一个呗。你要不笑，我给你笑一个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如果你不来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会一直等下去，等下去。你这情债还挺多的呀，还没见你停过。你们在这玩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你怎么又走了？哎呀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我哥什么样人你都不知道。坐着喝，来，咱们喝，来，干了啊！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候会突然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周月，小林总，啊，来的正好，快，到你了。你自己唱吧。啊，小林总，今天我过生日，我最大，我的礼物呢？你这么一个电话一个短信的催我，我哪有功夫给你买礼物啊？你来了。不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吗？快点补偿我一下了。宋月，别闹了。我怎么闹了？不就是亲一下脸颊吗？这在西方国家是很基本的礼仪啊。可你现在不是不在西方国家吗？我先走了。啊，等等等等，你先回来吧。要不然咱们先喝点酒，
我觉得喝了酒的你比较可爱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体不能喝酒。小林总，你怎么了？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我生日只要求一个吻，很过分吗？宗远，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就那么让你讨厌吗？生日快乐。林清照，你不许走，你不能走，你要走的话我就死给你看，我一定会死给你看，说到做到。嫂子不在身边啊，哼，这么贫。小月在家呢，我不跟你说了。行了，谢谢你，这么着啊，拜拜。小月，小月，高展琪给你买爱吃的冰淇淋蛋糕哦，洗白白了出来，我陪你吹蜡烛。你今天生日过得怎么样啊？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我去。干什么见不得人就勾搭了？哟，今天走辣妹风啊！什么时候买这么妖艳的包？小月。这房卡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晚上跟谁在一起？你去哪儿了？你不理人是吧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小月，小月，跟姐姐说实话，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不说是吧？口袋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去酒店干什么去了？你跟谁去的？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要这样对我，我那么喜欢他，他怎么这样无所谓呢？民工那笔钱怎么还没打过去？你赶快催一下财务部，给打过去，别让人等着。知道了。林启正，那笔钱没到呢，别着急。你有钱有势，什么女人不能玩？你非惹我妹妹。老大，我先走。不是我要惹她，是她惹我。没错，她是喜欢你，但这不能成为你玩弄她的借口。还真不是每一个喜欢我的女性我都得玩弄她。那她昨晚为什么会那样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得问她去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走的时候她衣冠是整齐的，头脑是清醒的。你一定是对她说了什么特别难听的话。啊，那倒是。哎，你说为什么你每次看见我都要像打架似的呢？我就这么让你有斗志？你到底对她说了什么？我只是对他说，我不喜欢他。但如果他能把他姐姐介绍给我的话，那还不错。别瞎扯，讲真话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难道没有听见我的心跳吗？李氏小姐，心电图能不能作为呈堂证供？心脏不是我的，他总是出卖我。行，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邹月傻，为你自杀我也自认倒霉。但是我警告你，别去招惹他，万一他要是出了事儿，跟你没完。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为什么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浩然的影子，心跳的声音是那样的熟悉？不再仿佛什么事情都不对了。每次看到那个拥有你心脏的人的时候，我都感觉怪怪的，不知道是该恨他还是应该感谢他延续了你的生命。自从你走以后，这个魔方我就再也没有解开过，就像我现在心中的杂乱。浩然，你听见了吗？你不是解魔方的高手吗？你能帮帮我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为什么会来这儿？你为什么会来这儿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？邹律师，这是公共场所，任何人都可以到这儿来，我凭什么就不能到这儿来呢？这不欢迎你，你赶快走吧。这还不欢迎你呢。那我走。你说你长得挺好看的人，怎么脾气这么大呢？我脾气就这么大，你想起我脾气谁来，我揍你。来来来，坐我来，我还真就没见过你这么自大的人，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混蛋。小心你鞋带，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是不是崴着了？我看你大几报复我？什么叫打击报复？我帮你看看有没有骨折。很疼，知道疼了，走吧，送你去看大夫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走什么走？我拿着衣服，我背你。不行，你刚做完心脏手术，你不能背人。哎呀，烦不烦呢你？哎，走！你放我下来吧。抱着什么放你下来？你怎么下山呀？你滚下山呀？那你歇一会儿，你一会儿再走。能歇吗？天就黑了，等天黑了，咱俩都下不去山了。哎呀，你放我下来吧。闭嘴！烦不烦？背着你挺累的，还非得。律师不流行减肥是吧？谁让你背我了？我又没让你背我。哎呦，你赶紧下山，热死我了！哎，小心点啊你！哎，干嘛去？打车。这儿打不着车。谁说打不着啊？我说打不着。我就是打车来的。你打车来，这会儿是这么黑的哪？哎呀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最近雨下的特别大，前边山体滑坡了，走不了。那路什么时候能通啊？因为现在半山雨下的特别大，我看怎么着也得要明天早上了。啊？
要不这样吧，这个我们到时候路通了通知你们，好不好？您不要着急啊。好。你可以松开我的手了吗？算我倒霉，还得跟你待一晚。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待着呀？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待？哎，谁让你上我车的？我脚疼。脚疼，我也没同意你上我车呀、啊，冲我笑也不行。下来，嘿，你下来。你也玩这个吗？第一次玩。你真是第一次玩？真是第一次。骗子。我没骗你。